跟着火火兔学古诗，闲读古人诗，应看古人意。古诗好难学呀，我不学了。嘿嘿，一点都不难，看看故事就懂了。我们一起看故事学古诗吧。起床啦！春天总是睡得真香，不知不觉天就亮了。你听听，外面到处是鸟儿清脆的叫声。不错不错。哎，昨夜我听到有阵阵的风雨声。是呀，昨夜的风雨不知道吹落了多少的花，到处都弥漫着花香呢。小朋友们，现在知道这首诗讲了个什么故事吗？让我们再来看一遍吧。古诗一点都不难哦，我都学会了。扫描二维码，我们一起来学吧。